没想到斯西利亚的死会让德丽莎这么难受，甚至痛恨我。不，这也许是必然的吧。当我为了救卡莲而牺牲那些平民的时候，卡莲不也是生我的气，还打了我一巴掌吗？德丽莎的血液中也许真的流淌着卡莲的灵魂。不不不不，这太荒谬了。奥托，2009年5月1日。